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，蒋经国。国军示范公墓管理组，责任、国家荣誉，这都学的是西点的呀。张震就是那个张震一个那个和谈的时候的那个宪兵司令。潘安博、陈继堂、何引清、马继壮、谢月，哦，谢月也在。直是直接的直，直接的曲直的直。长官是庄将吗？对。这也没办法拍哦。这是台湾台北新北市，它叫国军示范公墓，国家是排在最前面的，叫国家责任荣誉，就是东方的这个孔子的哲学，国家是最重要的，齐家平天下，家国国家。家和国老是混在一起，纠结在一起。这是蒋经国立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。墓地也是，死了仍然是，高低贵贱截然不同。它有叫一级上将的墓地。二级上将的墓地，啊，校官区、士官区，人活着就不平等，死了也不平等，到处都是这种大国旗。这个铺天盖地，这算盖着地的吧？天，远处那个碑看见了吗？国民革命军阵亡烈士纪念碑，蒋经国。对中国的这个丧葬文化也是中国特色。我去美国好像是平等的，不仅美国，比如卢森堡有个6000多美国兵打死在那儿，其中有一个巴顿是四星上将，他的墓碑的位置、大小、高低，跟士兵所站的那块地是一模一样，和他那个6000个美国兵葬在一起。哎呀，因为他们相信人是平等的，死了以后将平等的站在上帝的面前。《简爱》里边不就这么说吗？所以西方的墓地跟东方的墓地截然不同。